那我们来一个憋笑挑战。行。郝云，99%喜欢你。啊？No。 你怎么笑那么开心啊？郝云，99%喜欢你。哦。那你怎么笑那么开心啊？受不了了！别在那晚安呢，狗头军师，狗头军师。我从宗哥那儿、曾哥那儿得到了太直接的信息了。什么信息？就昨天不是那个手工吗？准备给小猴。啊，小猴没要，开始以讹传讹了。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在干什么？哦，很高兴了呀，铁子，你们很开心的呀，咱们就是说，太精彩了，那咱们这个憋笑挑战就大完败。你们在屋里对你们不聊夜话吗？会聊，我跟小孙会交流很多，但陆可是就后边才加入我们，前面他很辛苦，每天我就是能感觉他的那种疲惫。哎，你们第一天住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俩还可以，我俩还可以。三妹子，那我来了，这后就不太可以了。我们仨住的时候也都还可以。我主要是第一天我觉得有点奇怪，然后到后边就交流得很好。但我们交流应该不会像你们交流的。对。C 罗。他在带的那个什么，我记得我带什么？对 ，C 罗吧。梅西。那你们什么？那你们对，那你们叫 C 罗。你们梅西呢？带入了。我真希望他们三个放在一块就消除得了，原地消失吧。C 罗。然后咱们接着看吧。快回来！我睡觉都睡着了。所有。有点又有点狠，有点对，你觉得如果我们留在家里会干嘛？那个时候打卡谢谢。我们继续回屋里开会，稳了，稳了，就我就说。肯定有一个会弹钢琴，我们这边都不用让你。你看齐哥，你看，当主持人，车里也得当主持人，多好。还挺搞笑的。那以后我这活我不干了。齐哥真不是搞笑的。还想扣个三室一厅。我现在能抠出个联排别墅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第一个座，荡秋千了，是不是名场面？嗯，这个场面当时好像都不敢回头看你，当时叫不出来看的这个画面。我要是你再拍拍他，兄弟稳了，稳了，兄弟真的稳。来了，名场面，来了，曾哥还走最前面了。对，我过去我也不敢回头看。啊，小孙还有点小挑衅哦。哇，太窒息了，太窒息了，精彩。哇 ，so dangerous。你又不行了，你当晚你就炸裂了，哥们儿真顶不住，太难了。我看你那天把那个你买的花扔了，给我买了新的花。曾老师买的花，这个反应我很喜欢，非常的明确。齐哥，他都不敢看齐哥表情。哇哦，曾老师有心。齐哥，喝口水，齐哥，喝口水，该喝水了，齐哥，喝水时间。来，喝水时间。喝水，补充水。花真漂亮啊！冰箱也真乱。这个花。曾老师买的，哇，曾老师，
我都没见到。我跟你说，刀也就在我后边，在我前面可能当时就刀了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谁买的？谁买的花？差不多气晕了，上面。谁买的花？谁买？谁？海涛哥太逗了，当时太没眼力劲了，我当时应该看你送完他花，我立马把你接到602就对了。那我当时在干嘛呀？你在跟那个一在外边聊天，在外面散步去了，甜蜜双排呢。好吧，菠萝说就是带回来了。这个菠萝是什么梗？就是我下午跟小欧去买了一些水果。哦，那你搁这宣誓主权呢？什么？没吃完，不要浪费。甩了啊！来，再抽。没事，你倒给我一份。哇！精彩精彩啊！没事，你也倒给我。快，包哥举着我修。太猛了！精彩精彩，太精彩了。你看你这散步说的，你就是跟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不太一样。哇，咻咻咻咻！啊啊啊啊！瞎玩儿，瞎闹，还行还行还行，面不面的，就是。等一下，先说面，我面呢？哦，这个也老精彩了。就是我给他做巴沙鱼，然后他吃陆克烤那鸡翅去了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鸡翅好不好吃？大块都心眼一般。心眼。就现在就他们已经做好了，那应该也够吃，要不然。你不是去吃烧烤？你去那边吃吧。我什么时候去吃烧烤？你去那边吃烧烤？几个？这么大块都心眼一般。别停！我要看哭了。瞬间数值太重要了，哇！无法获取的男人，无法获取的男人，无法获取。那烧烤一口都不能吃了。就是，反正我觉得咱们俩说说挺好。哦，这能播吗？这可以可以，有点东西吧。再过两分钟你再翻。再过两分钟。谢谢哥，好香啊！来放香薰了是吗？王哥的体香。别！看我给你买一个，好甜呐！谢谢爸爸。哇，还真挺可爱的。我当时我每天上班。上午就想送什么礼物，然后下午就下单了。领导，我也有好好工作，因为我用那个空闲时间想那个问题。出师不利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怎么不会这招啊？举大旗，你也要举我。是举大旗。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一个可爱小包包，用空调放风筝，挺配的。还真配起来了。我一身鸡皮疙瘩，602全卧虎藏龙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我是那虎呢，后边我发现我是那壁虎。羡慕陆克哥，我好幸福。不是，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甜啊？你也会甜的好。三傻，我咱俩可知道咱俩一起了，卷在一起，你们是原来看得这么清楚啊。那天晚上他睡得挺着的，我是比森哥睡得慢了。鸡响为了忽略他，鸡响太累了是吧？那你说我脚臭不臭？我刚才有个弹幕他说王哥知道森哥穿黑袜子脚臭。这个脚臭真的不臭，真的不臭。我今天得回学校。对，你先回学校。对。哎，一定要去吗？哇，你们第一天这么亲密吗？很厉害，我觉得杨老师死死的拿捏住了呀。对，你看，
我这也是我是想今天出去玩一玩走。真的，他眼神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，猴哥哥？怎么办？这个是不行。你们小宋怎么又来和我们？哦，他来找小红的，他们应该约好时间了。你喝吗？我不喝。哦，哇，别吧，别吧，我现在真的坐立不安。四个人的电影了，我好像脚趾都抽筋了。太有趣了，你看猴的眼神，猴这个脖子都练灵活了。太憨了，这也是名场面。你给吃了？不是，我跟郝运说，是曾哥给你做的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吃了吗？哎，他说你什么时候做了？你吃没了？满城狂笑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热乎的吗？他们三个真的很烦。就走吧。完了，该我脚趾抠地了，因为有你，世界美丽。哎，怎么还唱起来了呀？因为有你，世界美丽。搞笑男的春天也要来了。搞笑男的春天要来了。咱们屋谁是搞笑男？咱仨都是吧。没有，你们仨单拎一个都不是，就是合在一起就是了。咱傻大闹，心动小心动小鱼。丢君君姐姐，完了，滑冰啊！他选溜冰场了、哎。这段是我最不想看的，最不想看的其实是有一期约会。哎，呀，就这群，看没？衣服姐，对对对。一模一样，我跟你说。所以刘老师滑得很好，是吧？对，他说我小时候滑过一次。这个很好学，我说我的运动天赋，我肯定能一下学会。他肯定不是一次就能滑的那样。你们看吧，我不知道他们会剪得多精彩，但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搞笑的话，就真的挺搞笑的。你看，你看这 BGM 就不太妙。对，被你发现了滑点。这段太惨了，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滑的动作都搞笑。你说的我好期待呀、啊！我也是，已经不敢眨眼睛了。我是真不会，开始，你别动，没关系。别动，什么直男？你问是谁？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四爪牙，四猛鬼，三步伐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我一直往后边仰，看不下去了已经。我也不会滑冰，我一次没滑过。我那天快给他笑死了，他一直在笑我，真的。我太像那种动了大手术，腿终于康复了，别人慢慢教我走路的感觉。谢谢。你哥哥是空气啊。太秀，咱怎么着？这是个恋综吗？非得我把这变成喜综吗？你哥哥是空气。把这个要做成表情包，到时候发群里，发群里。我花多少钱能把这集买下来不放出去？你们确定要播？